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尹光啊。在这个2017年1月14号在这个列治文河蛇剧院那里举办一个节目，叫做轻谈浅唱河水。这个节目是为中期护老院来筹款的，希望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大家支持集腋成裘，多少不拘，多谢大家。